我要带好秋秋去个地方，这就是我今天重要的事。你们去哪儿？反正你们去哪儿，我去哪儿。你们在说什么？你要带我去哪里？去见我妈。啊？ 不错，咱们这边谈得很完整啊，但是老师要说呢，你现在有个小问题，放松，掉下来，放松，掉下来，掉下来，放松，掉下来，放松，掉下来，很好。 学吗？嗯，好，来，妈妈教你啊，来，我们小高冷开始演奏啦，滴答滴答滴，嗯，哒滴哒，这边不错啊。 好，那么今天就到这儿吧。好了，下课。哎，找地方坐吧。不用了，我过来只是想问几个问题。 听说你签约了，我想问那次火灾。啊，那次火灾有个姐姐救了我，你看看，是不是门口这个女生？肖冷，妈妈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没有什么姐姐，你是自己走到门口的。不可能，有一个女孩是她抱我出去的。当时就我们三个人。 怎么可能有什么女孩？当时我被反馈的房间，怎么可能我自己出去？有一个女孩，踢开了门，烟雾很浓，但我看到她脚上的纹身，我记得清清楚楚。妈妈知道那件事，对你影响很大。但是，好，即使就像你所说的，有个姐姐救了你，那也不可能是门口的那个女生。 小冷，那是15年前的事了。15年前，你明不明白啊？那个女生，她不过跟你一般大。小冷，妈妈只能说对不起你。小冷。 这个住院模式会持续多久？24小时。哎呀，都这么晚了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各回各家了呢？秀秀，你累了对吧？好呀，秀秀，你今年几岁了？19啊。你到底干嘛？你真的没改过年龄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 我看起来很老吗？不是，我只想确认一下，你不会喜欢上我了吧？又是带我见家长，又是问我年纪，你想娶我？<笑>
爆胎了。今儿什么情况啊？高冷，遇到你真倒霉，先是差点被你撞，然后又困在电梯里，现在车又爆胎。我给车队长打个电话。啊！我要回家。这又是什么戏啊？最喜欢下雪了，最喜欢跟喜欢的人一起看雪。哇！啊，有烟花！九九，快看，有烟花！有什么好激动的？哇！麻烦你帮我解释解释。八卦杂志嘛，从来都是捕风捉影的。没有风，哪来的影？我不想知道事实的真相是什么。麻烦你管好你自己啊。我怎么管好自己？从今天起，你搬到公司为你安排的酒店里去，避避风头。没有我的允许，你哪里都不能去。你这是非法拘禁。如果你还想参加艾伯特音乐会的话，那就不叫非法拘禁。哼！没想到啊，没想到高冷跟好羞羞居然暗度陈仓了。什么暗度陈仓啊？这种小报消息可以看、啊？不是九九九，你着什么急啊？当初让你去追好羞羞，你不去，你现在看见他们两个在一起，你还眼红？你这……哎，你吃高冷醋呢？你要再问呢，我抽掉你的牙！哎呀，我怕死你了，真是！师兄。你跟高冷的绯闻怎么回事啊？学校里传得沸沸扬扬的。这个高冷简直就是算身附体，跟他在一起我能水逆出一条银河系。
那你还老往南校跑？我那是去找999。高冷不在宿舍好无聊啊，那我们是不是该做点什么？我之前想弄一个情感电台，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就叫午夜元宝，怎么样？午夜元宝，午夜元宝，是从电视机里爬出来那种吗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我这是解决各种人的情感问题的一个节目。有没有什么情感问题？我帮你解决。我练练手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朋友，之前呢他们总是在一起，但是最近因为一些事情，他的朋友要出去避避风头，就不能和我的朋友在一起了。那我应该我的意思是说，那我的朋友应该怎么办呢？你的朋友是男生还是女生？女生。那你朋友的朋友呢？男生。没毛病啊。你这个问题只有一种方法可以解决，让你的朋友主动出手。你想想，两个人的感情里面什么最重要？勇气呀！爱真的需要勇气。好了，这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平行线，那他不主动出击，这两个人的平行线怎么交织呀？这不是我教你的游戏技巧。哎，你懂什么呀？我是情感专家。恋爱本身就是一场折磨人的游戏，让你的朋友主动出手，占据先机。主动出手？哇，有道理有道理，谢谢你啊，吴元元宝。我有能量。哦，哎呀，哇，我马上制服。哎，师母啊，干嘛去？告诉谢谢你啊，马不凡，但我有事，我得先走了。哎，这么晚你要去哪儿？那人想抓你都快想疯了，你不要命了？可是我得找个人。找谁？999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明明是妖，为什么要在人间逗留？我可以帮你一次两次，但你不可能每次都这么好运。如果你愿意相信我，就告诉我实情。是因为高冷。高冷？
这层楼目前不开放。我是来找人的，请你下去。这什么情况呀？少爷，还没睡啊？你都知道了？你说说你真是油盐不进，你是不是要气死我？那你呢，少爷？你是不是被九妖勾了魂了？要不然不可能我去捉他一次，你阻拦一次，还有上一次。要不是你从中作梗，我早就把他给收了。妖有好坏之分，你放着那么多为非作歹的坏妖不管，为什么非要盯着999不放？因为天师嘱咐过我了，让我一定要捉住九妖。天师跟我说，九妖都是坏的。你是新来的吧？我想问一下，高冷的房间在哪里？我得赶紧去打扫他房间。高冷的房间有专门的人打扫，所以说你不能进去。我为什么不能进去啊？因为最近呢，他的那些粉丝。粉丝特别的 crazy， 就是疯狂 crazy， 对，天天守在楼底下，就是为了见他一面。所以说，我上面有交代，任何人不能进那个房间。我知道。那你还不走？你又能说顺了。换了衣服我就不认识你了。不是，大哥，我真的是来找高冷的。我知道，他们也是来找高冷的。这么厉害，还疯狂？没你疯狂，还敢假冒保洁员？没报警就不错了，赶紧走吧，赶紧走吧，快点的。这只九妖跟我爸平时说的九妖不一样。哪不一样？她善良可爱，跟那女孩子没有什么两样。我们怎么可以杀死她？我靠，天师说的没错，果然被勾了魂了。看来质量摘了，我先告诉天师。天师，爸，您什么时候回来呢？快帮我爸拿行李。天师，给我爸倒茶。爸，您刚才一直在门口吗？你们刚才有什么事要跟我说？没有。
也不好。可能是时间太久了。不是时间的问题。这茶树是茶品中最烈的，即使茶农再怎么用心栽培，也不会好。所以，不好的始终都是不好。哦，对了，刚才你说有什么事儿？我们有事情要跟您讲，是我的演奏会，我输了。是吗？对，不过明年还有机会。那我回学校了。女士你好，你找的好像一个明星啊。我找高冷，请问你有预约吗？有啊。稍等，我为您查询一下。好啊。请问您跟他是什么关系啊？我是他的好朋友。好的，那麻烦您出示一下证件。证件？什么证？我找一下。这是为客人的安全着想。证件。还不死心呢？这都能被认出来？哎，你好，我是。哇，好舒服，好舒服，好舒服！别把我床弄脏了。我这衣服很干净的。关了。哎，坐呀。哎呀，幸亏这两天呢，把之前八卦的事情都处理干净了。公司里那些爱生是非的人呢，硬说你风流成性，金屋藏娇啊。你没事吧？啊，我没事。你这性格呢我是知道的，你呢是音乐才子，可不是什么风流校草。小冷，今天来呢，我是要跟你说，公司特意为你安排了一次专访。这不是艾伯特马上要开幕了吗？所以呢，我们和电视台啊一起合作，办了一档关于音乐世家的栏目。想必啊，这一定是双赢的结果。那就这么定了。好。不习惯就别学别人穿高跟鞋，傻子。
曾相伴一起过雨天，就是你让人烦，还要人陪伴。决定不会分开的我们，拥抱那些美好的人生，轻轻擦干沉淀的灰尘，再次翻开相本。那一次带着浅浅的刺，对未来的事都已如此执。有一次合唱青春的诗，收藏的往事还是老样子。这一次一起写下的字，有你的句子都如此的真实，就当是纪念我们的方式。疼吗？不疼。高先生，这位女士说你们认识，您确认一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。其实呢，她是我的未婚妻。刚才你在楼下跟保安说我是你的未婚妻，是真的吗？别乱动。我没有乱动啊，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回答我，回答我，你先回答我。坐下。回答我，坐，回答我。把幸福弄坏了。